看一下这家，好多人啊。他们家是位于电梯口这里的，不要挤，但是款式啊还是挺不错的，好像小童装也有。看他家的设计，下脚抽绳，后腰抽绳的这一种，还有拼毛的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们走去爷家走一下。五楼好像感觉现在人流量很少哎。以前五楼是挺厉害很旺的嘛，现在感觉最近人流量都不是特别的多感觉。嗯，好美呀、啊。这家很韩风哦，配的东西啊、色系啊都挺好看的，我也喜欢这家。看一下他家的一个店面风格，感觉都还不错。圣诞节来喽，给大家看一波圣诞风。哇，这家做的也好看。这次来我感觉呢子是有，但是好像好多家都没有做呢子，可能杭州那边强项太明显了。看这一件也是圣诞节的感觉，小树树。来这边发觉很多人在推圣诞节的感觉吧，有些都是做了一些什么圣诞树啊，颜色啊色彩都有点偏圣诞的那种感觉。哇，这家也是比较潮牌的感觉，有点那种手绘的那种感觉。我们下去四楼啦，下去四楼看一下。